好了，现在小孩换上了八神鞍了，来看看黑衣红毛八神对战陶笛。拳皇的好基友啊，八神伊鲁里亚嘎米对陶笛 Q 古德纳迪。小草这里晃耀没偷袭成功，被八神雀白给下低。那么大家的喜神得呢？贝蒂偷袭出暗钩手牵制，前冲被对方下清泉狙击掉了。陶笛相比较八神而言，在当前这个版本性能上还是要高于八神的。八神一眼血风抓到了，这套连段要带走对方了，一个千元音收工了。欢迎我是啊，欢迎小韩，晚上好。那今天的对局，来跟红毛八神对战白毛的这个 K 大师 P1 帅哥，来自拳皇舅舅首次登场在拳皇的 K 大师。这角色设定是草提经的这个复制品啊，对不对？克隆产品。来吧，红毛厉害是白毛厉害，朋友们。哇，这个前冲复合升龙了，这个眼线风没抓到怎么办？还有机会的，这升龙完全就是接呀，还想抓线风，可惜这个线风意图被对方识破了。日本黑撒现在越打信心越足了，八神切叶没死了怎么办？摩斯黑花了，对，他是改造过的啊，他是改造过的，这个是克隆人啊，可恶可恶，这个是克隆人啊，第9999迭代的克隆人 K 四九，八神能不能打出一挑三？来个鬼灯，有机会啊！哎，刚才差点确认开 BC 了，小孩这里确认失误了。好的，带 BC 不带了，直接带顶点了。鬼灯出手，给小孩刷个赞，兄弟们，帅不帅？帅的话打个帅。